联署点热闹开张，退出国民党的前苗栗县长徐耀昌和妻子现身开幕，呼吁支持者踊跃联署。苗栗的部分呢，分配的是六万名的这个联署。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一倍，12万。徐耀昌力挺郭台铭，还说苗栗乡亲有高达36%都挺郭。只不过郭台铭想拼联署过关，似乎还有不少阻碍。国民党已经变成了想要并吞一切的大怪兽。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爆料，前央行总裁彭淮南要邻居别帮郭台铭联署，对此郭办大动作提告诽谤，更呛国民党高层授意攻击郭霞佩，点名朱立伦说清楚。郭台铭和赖佩霞当作死敌往死里打，我真心呼吁朱立伦主席应该出来讲清楚。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忍一切个人的情绪啊，把小我小一点，大我大一点啊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再的忍。这个时候，只有自我是走不出大局的。朱立伦对指控没正面回应，黄世修隔空继续开杠。国民党尽管在野阵营口口声声要拼团结，但不意外的先吵成一团。三立黄孟征、王家宏和彩虹台北苗栗采访的。